哎呀！哎呦，你我儿子才能收进去，就那个我给了你，哎，拿回家他把我怎么着了？垃圾桶都倒了。我是王春梅，大连市民。我叫王春梅，大连市民。我们家一次拆迁造成一死两伤，我爸爸我姐姐现在被他们关起来了，关进12天了。我妈妈被他们害死了，我弟弟被他打成精神病，我被他们打的重伤，请大家关注我。我叫王春梅。打我打我虎背，打我虎背。马虎头，我们要见你。马虎头，你的虎背。我们要见你。马虎头，爷的。拿的，哥。谢谢帮我照一下。中国人没有人权，没有人到处没人管，没人管，没人管，现在都腐败透顶了，地方政府太邪了，太邪了，新房部门都是骗人的，这房子都砸光了。东西都抢光了。中国腐败没人管，到处没有人权。这个房子都砸了。真是愈皇腐败，越愈皇越腐败，越没人管。叫声都不许叫。出来吧，天下好汉！
警察，你们不要老百姓说话吗？你咬了吧，我们家这来干啥去？